我们今天刚晒了一整天的太阳，所以老婆说要请我吃牛排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高雄的一间牛排店，叫 The Barbecue House。那为什么去吃这些店呢？是因为他们总共有五间还是六间分店，然后高雄这边是刚开的，然后他一直都有在帮助我们去偏乡照顾小朋友，所以今天又刚好又他们又开新店，我们就去高雄。然后老婆说要请我吃个饭，你看脸都已经被晒伤。今天我们的那个金主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他要付钱，那就要请我们吃牛排。我要付钱，可以这样。OK， 等一下见。之前在台南也有啦，台南我们也去吃过，很好吃，但高雄感觉更大一间。今天老婆指定可以请我吃牛排，所以我们就来吃一下。老婆要吃什么？纽约客哦，菲力一般比较油，纽约客比较瘦，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进去再看一下。这一碗要稍等我一下。第一啊，什么套餐分品，那我们家110的套餐呢、啊，它包含了汤饮料跟甜点可以做餐点。那180的套餐呢，三个品项都会有。那我们今天的汤啊，是我们的牛肉蔬菜清汤。那我们上面各类汤品啊，都可以做普查尔的分级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页啊，还有第三页，会有我们开胃菜，还有沙拉的部分都可以做个参考。好，炖饭跟意大利面也可以做个参考，它跟台南店的不一样。参考一下，谢谢。今天想要看那个贵先生吃什么样的部位？我老婆要吃瘦的，那就是菲力。好，那就菲力。那我相信那个你应该是那个肉食主义者，应该是要跟很饱和，18盎司左右。可以吗？吃得完吗？可以。那还会再说一点。他要喝酒才能够付钱，好了吗？真的很好吃。我是怕是说前面的招待的东西啊，他们太多。我们真的怕我们再来吃不下，我想说不要再上了，我们要怕吃太多。今天不喝一下，开车，小姐小姐，好，谢谢谢谢啊。你是多大的？应该一样的吧。我们两个都吃 Spam。哦，太撑了，超级饱，但蛮舒服的。吃完肉回去哦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前菜点太多了。我们在点的海鲜，然后面包，虽然都很好吃，但牛排来的时候我们快吃不下了。谢谢小静姐的晚餐。养兵千日用在什么？用在一时哦。成语是这样子讲吗？他每次请我吃一块牛排，就要我出去外面晒太阳晒好几个小时。我可以不要晒太阳了吗？可以啊。我会美白、欸，不觉得我最近头发都抢掉了。回家帮你。哎呀，伦真的很好吃呢、欸。我觉得牛排的肉是真的很 Q 啊，但要看你吃什么部位。你是吃什么？你是菲力吗？应该是菲力吧。我好像是吃乐言。嗯。但我老婆是吃，她是纽约客。还有什么？其实我没有办法分那些部位，我也看不出来。我只能分人体的那个上半跟下半。那来，老板娘来了，代币给我。我没有代币，我只有真心可以给你吗？
要代币哦。好了，看你看在你请我吃牛排的份上，我给你代币。也很谢谢 BBQ House 每个月都有捐赠。干你啊！我们大家都拢要去报去报的通了。我们来吃牛排也是也很感谢，就是 The BBQ House 哦。其实他一直都有在捐助我们协会共济运动发展协会去跑一些偏乡啊。然后我们之前在跑学，他们也说，如果那个偏乡地区，你看这口啊，干啊，嘛不爱录啊。